哎，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你们好，我是中国 boy 啊。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又来玩的这个游戏是我们很久之前玩过的这个游戏啊，《勇气与荣耀》。然后这个游戏的话呢，它是更新了啊，它更新了一个新的人物和一些新的地图。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来看一下啊，这些新的地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好吧？我已经忘记了我之前玩的那些地图的名字叫做什么了，所以说我得找一下，我就直接从后面开始翻吧啊！哦哦，他好贴心啊！新的地图这旁边都有一个 new， 所以说我就不用担心我会找错了，好吧？啊，新的关卡里面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哎，之前我们看到的父子，还有一个这个农场的，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农场的大叔吧？好吧。我们就选择这个新的职业来看一下，一个农场的大叔，他后面放的是什么呀？枪、棒球棒，哇，一看就是一个莽夫啊！不管那么多了，我们先来试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关卡。我现在来说好像并没有出什么事儿啊，只是说一开始没有过去这个点，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我们慢慢转过去。哎，这些箭搞得可以射死我一样的，你看到没有？射到我身上就插过去而。我死了。我们这一次就一鼓作气，哎，像这个样子冲过去。这第一个点有那么难过？哎，慢慢的刹住车，哎，慢慢的，这不就过来了吗？是不是？哎，等一下，不要被这个东西割到了，哎，我们慢慢的过这个坎，哎，别，哎呦，手没了，没有关系，还有一只手。好，我们过了这个点了，哎，我跟你们说，我这一次动动脑子，好吧。我一鼓作气的，你看一鼓作气的，这不就过来了吗？你看这不就跟着他的这个步伐，哎，进去，不要担心，这些刺都是小菜一碟，他射就射吧，好吧，哎，又他妈死了，怎么回事啊？这什么东西啊？就飞出去了？你在逗我吗？这是我身上的哪一个部分？我都分不清楚了，好吗？怎么就飞得那么远了？刚刚发生了什么我都没有看清楚。好，过来，就是那么神速。哎，断了只手没有关系，就断了只手吧，好吧。我们先来到一个地方躲一下，不要被这个箭射到，然后去到下一个检查点，是在这个小房子里面，好吧。我是这个样子过的这个检查点。好，我们已经创造出了这个目前的历史，达到了我人生当中最远的一个距离，看到了吧？然后我们现在就比较安静的，哎，慢慢的出去，前面有个大锤是吧？小心一点。怎么就那么难呢？啊？赶紧的开出去，爬上去！你是个越野车，轮子怎么没了？啊？你是个越野车啊，大兄弟，你别跟我开玩笑好吗？我靠，你的动力，你的轮子啊，怎么就爆胎了呢？哎，不管了，先进去吧。好，我这是第三次来到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一次比较挫折的是我有个后轮胎爆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这一次要做的就是把握好这个提前量，然后一鼓作气的冲到这个上面来。哎，对，没错，就是线，是吧？我不想说话了。然后这是我的第四次飞跃。我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就是现在冲啊 ！biu， 哦哦哦，我过来了！我的天哪，我不是自己，我不是一个人啊！好吧，我现在要安静一些了，因为前方又是一个未知的挑战的地方，我必须要专心自制的。我怎么又死了？那个地方就是终点好吗？我的车都冲过去了，你就不能让我人也过去吗？你看我的车他已经冲过终点了，我们就算这一关过了好不好？啊，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啊，你让我人过去，你看我这个屁股都给你翘那么高了，可是个我。就在现在冲锋。好的，我又过来啦。这一次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能再中途一折啦，死掉啦，不能这个样子，好吧？刚刚是怎么的？被那个箭给射死的，死在的那个坡上面。这一次不会。那个上面怎么有个割头的？啊？你们有看到吗？我都没有看到。喂。默认我这一关过了嘛？毕竟我之前那一次车都开过去了，是不是？人车一体嘛，车就是我，我就是车，那没有必要一起过去的，对不对？是吧？你看，他依旧的在往前面走，这一次
虽然我的肉体已经阵亡了，但是我的灵魂和这个车是一体的，是吧？它现在以每小时2公里的速度向终点进发着，我们期待这一时间的到来，好吧？为我们欢呼，为我们雀跃吧！你看，到了，我过关了，只是说没有一个象征性的庆祝而已，但是我过关了，大家肉眼已经看见了，虽然我没有头，但是我的灵魂与车同在，好吧，我们再换一关，我不想再玩这一关了，我阴影已经玩出来了，太可怕了。为了缓和一下我内心的这个心情，我决定来玩一个简单的关卡，好吧，因为刚刚那个关卡实在是有点太难了啊。然后这一次我还是选择这个，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我为什么从家里面出发呀？我这个人，哎呦，我是有毛病吗？哎呦，这样的关卡我喜欢啊，就像那种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一样的，是吧？破坏这个各种各样的房子啊，从别人家里面穿过去的那种感觉，哇，就像在电影里面一样的，我像一个智障一样的。这个油桶是什么呀？啊，还好没有碰它啊。只要我们控制好这个左右的方向，你看到没有？哎，这一关玩起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吧？何必呢？就是每一天要去受虐，是吧？何必呢？是吧？我们像这个样子好好的开着，是吧？去撞烂一下别人家里面的房子，有什么不好的呢？又有个射箭的，我操！你在逗我吗？怎么到处都有射箭的呀？好，不管那个射箭的了啊，我们先从这个地方上去，哎。再从这儿撞进去碰一下，下一个检查点是在哪儿啊？我从这边出去吧，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检查点。哦，这是个什么地方啊？到处都是射箭的，你搞得可以射死我一样的。好，下前方就是终点了，但是我这个车的转向好像出了一点问题。好，你看，哎，像这样的简单的关卡，哎，等一等，刹住车，刹车，哎，后退。像这样的简单的关卡，我们一般都是，你看到没有？一次性通关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中等难度的，好吧，我们三个难度的都来看一下新的关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好，这个只能用这个车了啊。Yes, I'm ready, go。 哇，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要开600多米？你在逗我吗？啊，而且这是干嘛？我要欣赏这个风景吗？它有没有什么机关啊？你在逗我吗？我怎么开始枪掉了？前面这是机关吗？不像啊，这是机关吗？哎呦，打炮的哟，我好怕哟！你打得中我吗？啊！你要把握住这个提前。有人能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炮弹是个什么原理吗？他不应该要把握一个提前量来攻击我吗？刚刚那是不想说话。我们开到那个攻击范围之后，我们就一鼓作气的把我们这个氮气给利用起来飞上去，这样的这个速度他们是绝对打不到我的，相信我，就是现在冲啊！你看这样的速度你能打到我吗？我绕路，好吧，我绕路，我不走你们这边了，我绕，好像哪边都有炮啊，哎，我绕路吧，这边炮比较少，好吧，我绕路，我认怂，好吧 ，please, oh my fucking god， 就是这那一半边的是炮弹，这一半边的是炸弹，它还不一样嘞，哇，你告诉我这是中等难度的吗？兄弟，我能飞起来吗？我能飞走这边，我觉得应该这边目前来说我没有看到一些炮弹，我觉得这边可能比较的，哎呦，这边射箭的，嘿 whatever， 你这是一个射箭的，你能怎么样？然后这是射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它射的一些刀片啊，这里又有一个射箭的，你看，我再来一个加速，哇，这不就上来了吗？
哎，怎么死掉了？我试一下，我绕过这些炸弹，我绕过这些炸弹再走那边，我试试看那个地方还有什么机关吗？我估计也就是射箭的了吧。我绕远路好吗？哇，又炸了一下刚刚。Please, please, please, no。好，我现在我觉得哇，这什么东西啊，蓝颜色的，打不到我。哎呦哎呦，打到了打到了，还好没有什么爆炸性的伤害。我现在走这个小路小山路上去，我都不能，我都不敢走这个路，你们知道吗？我就绕这个旁边走。你看你看你看，有些时候这个就告诉了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真谛，有些时候最近的路它不一定是最安全的，但是你绕远路的话呢，是吧，就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了。好，我已经绕到它的后面来了。耶、yeah, 还有100多米。呼呼呼，怎么了巴黎？呼呼，哎，我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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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哎，慢慢的慢慢的上去上去上去，拐个弯进来。哎，等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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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控制好自己的车。那边是什么？这是检查点还是终点呀？哎呀，这只是个检查点吗？终点，终点呢？终点还有600多米，在哪个地方啊？在那一边吗？你在逗我吗？我现在我开上来了，开到这个房子里面，过来一个检查点，你现在要告诉我，我要下山。Fuck you！ 你俗话说得好，上山难，下山简单，是吧？我们下山就这样冲下去，你看到没有？飞起来了！我刚刚说什么？这个车能飞吗？说到做到，你看到没有？哎，我是一个不食言的人，这不就过来了吗？这不就到了吗？强不强？厉不厉害？啊，我好牛逼呀！这只是一个意外啊，这只是一个意外。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呢，除了这个有一些变态难的关卡，我们没有通过的话呢，还剩下几关没有来玩的那几关，好吧？那我们如果说你们想看到下一期我们继续来把剩下这几关完成的话呢，你们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评论来告诉我。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的勇气与荣耀的话呢，也就先到这了啊。那么我也非常期待这个游戏的下一次更新，它会更新出什么新鲜的玩意儿。那么如果说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那么不妨点一个顶或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我说相信你，你是维京家族这个酋长的儿子，你的战斗力是最强的，是吧？1打5不是问题，你要相信自己。你看你已经打死了，哇，他已经打死3个人了，哇。